希望大家学佛人要有善良的心，善良的心可以换来善良的福和德，有福气的人才能闻到佛法。今天你们所有的人能够念经修心闻到佛法，你们就是人间最幸福的人。希望大家不要斤斤计较人间的一切，一切都会过去，但是我们的良心和本性永远跟着我们。希望我们几十年之后或者百年之后，大家能够在天上相见。台长一定请观世音菩萨给大家多多的加持，佛光普照，希望大家好好学佛，好好修心，好好努力来改变自己的一生。时间就是从今天开始，从现在就改变自己，让自己有一个新的未来。谢谢。